啦，还有可以装那个环保筷子啊什么的，都很好用哈。大家这样子就响应环保了。对，这就是环保再利用，资源回收再利用。哎，对，这个就是广告纸哈，广告纸做出来，这都是我们长辈们自己开发，要怎么擦怎么擦，他们自己想象中出来的哦，很多很多都是这个。